大声，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淡忘。无心肝，请你无心肝，为我当眼泪受作难。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别为。小阿兄，这顶电脑有啥物通好看？咱紧行啦！凤九野外一顶桥，四周围又搁人影无，敢讲这真是是圈套，探一个究竟才知影福也好。小阿兄，你何必这好奇？这桥中可能透玄机，咱也是赶紧转来去，才免了好好人去。行啦，明主，敢讲这顶桥真正是皇上别意出巡，我来家看卖。那是你？有够好耍的呀！小阿兄，你拄只吼替我甲你寄着是无？无啊，小叮当啊，你无代无志，秘在桥内底，万一无注意，叫人拍死，毋死到做冤枉的。哈？哦，好，你这只母猪啊！哦，我唔知讲你生活遐尼歹，哦，讲话遐尼歹听，哦，啊无成啦，是我正经人去弄破你的皮头壳是无？最后最毒妇人心啦，哼，我著知咧，你看到吼，像安尼咧对我好，你咧来扛车，我知你咧怨道兼食醋，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我种人将我皮头仔我拢未死，啊，你要安怎？你气何死？恁呐，见面就冤，啊，做就作当，实在冤到无义无事，啥个无？啊，你哪会来遮？我嘛是为着你安慰，才跟你后面，但是半路上看到这边桥。是讲奇怪，哪会无桥夫？内面嘛无济人啊。敢讲这是圈套？快走！快了，过来，卖要紧走，叫我。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我就给你拍起，那故意过来倒三枪。行行。啊！啊！一个看看安尼，你是叫看到囝？三点点啦，赤甲无？你拄只是毋是有看到什么人暗中就咧甲咱帮助？我拢无看到呢。迄顶桥果然是一个陷阱，小兄，我看这危机重重，咱是赶紧来走。太师要来这个所在，我更加袂用离开啊！佮再讲，伊含了阮全家的仇恨，为着我的身世之谜。我应该爱甲伊算一下清楚。哈，你要去找太师？哎呦，唔通啦！阿妹，我甲你讲，足危险的啦。迄太师功夫好咧，你去哦，火烧烧袂哦，我就输我囝。我看吼，咱代志都爱紧事看办，一些代志要甲遮尔啊多，咱找一个所在好好参详，再作打算。
像，原来是你，李姑娘，那看来你一个人。伊拢死。什么？伊拢死啊？什么人来管？要管的，就要看太叔的意思。竟然半路逃走，而且一早来我这个所在，想要偷摕物件。像你，太叔若是知影这件代志，唔知会安怎烦恼伊的意思。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你是在恐吓我？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来你的厝是奉着太叔的命令来这找朱局。原来太叔已经去异世，看来我要小心应付。安怎？你若不讲话，其实啊，咱两个人根本就无需要对立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只要你把朱局交出来，无定着，我会当跟你斗相共。找出恁阿爹的下落。你知阮阿爹伫倒位？目前是唔知影，也毋过你也知影，我是太叔的义子，太叔府任何所在，我拢会当去。要找到恁阿爹的下落，毋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。若是这点，我相信。只不过我想要知影，是安怎你也想要得到资料呢？这真简单啊！我当然嘛是要献给太叔。骗我太叔，你莫在咧讲白扯，你根本就无希望朱玉甲算我会合着，因为朱玉甲算我会当证明太叔的身份，也你就是太叔安排无枪的人。李少秋，你讲这话，我应该在台一转就还你知影。也唔过，我并不是一个无人性的人。只要你把朱玉交出来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我是真想要将朱玉交予你，也毋过真可惜，到目前为止，朱玉是咧啥物形，我拢毋捌看过。余少秋，你上好卖伫我面头前提起，也若无。白云，假使讲你会当帮助我找到阮阿爹，那呢，我咪当帮助你找到朱玉。你是咧加工条件。你爱怎样？只要我伫太叔的面头前，把所有的责任拢撒乎你，到时阵唔干阿你，连恁阿爹都会无命。卡斯主教，若真正伫我车，我敢要让阿爹落伫太叔的手中受苦刑？我无任何的企图，主教对我来讲无任何意义。我刚想要找到阮阿爹，早一天甲伊团圆。这个证据挂起来，朱玉敢若无伫伊身上，也毋过除了伊以外，并无其他的线索。白云，你若是相信我，那呢，我若是找到朱玉，一定头一个交予你。也毋过，你要帮助我找到阮阿爹。这，伫个太祖身躯边，若加一人帮助你，你就加一份力量。咱两个人合着地理婚证永难无效。你讲了有理，我答应跟你合作。也不过这摆，咱要抬梁孝安的计谋已经失败了，咱是不能向太叔交代。李姑娘，你哪安尼做？你不失败，总嘛是爱有人承担。这也算讲，是我对你表示的心意。好，我相信。行，咱斗阵转来夜馆。咱若做伙转去，恐惊太叔会怀疑。你先转去，我随后就到。那来我先走，你较细意。你真厉害！你搁知影讲我一直秘密这个所在？你伫群众话，你到底想要创啥物？哼，都未输敢那白云所讲的。你要爱知影恁阿爹的消息，我嘛是共款要爱知影阮阿娘的消息啦。你讲错了对吗？
我无恶意，我是想讲要将你的黑刀给你封起来，让你的内伤袂当阁摊下。你所作所为，咱讲是叫太师给你锁定。你唔将珠玉藏伫个什么所在，讲予太师知影，你就是为着恁阿爹啊安全。两句，我坦白你讲，你若是肯跟我合作，我绝对有法度通救出恁阿爹。那呢？你的条件是不是？啊，我叫恁阿娘伫什么所在跟你讲？无错，我所爱了解，就是我要知影讲，阮阿娘即摆人到底伫什么所在，伊是毋是有安全？你的良心之情，我会记在心肝头。也不过，你若是想要以我这所在得到任何消息，那是无可能的。你哪要讲安尼？到底阮阿娘即摆到底人是什么所在？你甲我讲好。我哪甲你讲的？只有是你阿娘还佫有我的。真实的。爱伫什么所在？陈大娘，你莫阁骗我，我有话考着。死囡仔狗，你自然会知影。请，李少将。大家要搬去啊啦！哦，你也是今日有较紧一丝，我是雄雄才想到，咱是要去办代志呢。啊，咱一惊四五命，敢还袂需要去延迟嘞？安尼，若是去予白云遐手下人拄着，啊，代志就变作歹办嘞。领导吼，咱分头来去找，比较较安好啦。嗯，我看要无请假无，咱四个人分做两组，安尼较袂引起人的注意。你的意思是讲分组吼？嗯，哎，你这意思就好。来，先我甲你交代，即马开始哦，分组我甲你分啦，吼，我即马开始按一组，啊你吼，你两个一组，来，过，你一组。到底是你讲啥？少人甲你共组吼，早晚就着你害死啦。我看我也是甲少安娘共组，安尼阮互相才有教育。好，你讲的起无？来，无你是安尼意思安尼？我是让你嘞，不是惊你嘞，吼！逐摆时阵，予恁两个做伙，吼，搁连过安尼，吼，你嘛挡袂牢嘞。即摆我甲你讲哦，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我要甲伊一组，你绝对爱甲伊分开。无你是要安怎？我直接帮你带你啦。等我，等我，来，哎呦，老娘啊！哦，安尼你哪有法度安尼配合到安尼？嘿，我实在记在你袂牢嘞。你遐想看卖，嘿，你是我的徒弟，我是你的师，啊，你唔甲师斗阵行，啊，无借问你是要甲送阵哈？哎呦，你哪安尼啊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即马和伊两个做伙哦，都袂用你啊，这近水老大啊，万一讲两个哦，哎呦，我哦，都失恋啊啦！啊，失恋爱食金蕉皮，心血走去咸体会，人讲人生海海茫茫啊过，啊，三两长啊爱滴食袂，互人加讲话。啊，师傅讲话大细心，我是好心去护雷针。啊，人少安对我一片情，放伊一人，我心肝哪会清？小叮当实在嘛爱讲笑，啊，你讲的话无半句着。人爱互相来疼惜，义气可比山中的大石啊，的大石。啊！我老你这款徒弟，我实在足无面子的。你讲话嘛较要甜，糟了人讲话吼，乖门就爱串，你是听有啊无？嗯，我甲你讲啦，哎，小安，你赶紧甲明珠去去找看卖，如果若找有消息，咱就伫这个所在汇合。嗯，要哪安尼？我先过去。嗯，好。明珠，咱紧行。我安怎？哎，我气死！三。我即马感觉你真正对我无好，你真正对我无好，你拢无阮两个做伙，你看因两个连做伙，我即马又要变孤鸟啊啦！孤鸟。孤鸟魂归，你有求哉？
小阳春景有文地。知啊，我看你读个歹样呢。吼、哦，我若讲石头，你就讲石头；啊，讲啥就啥；啊，我即马讲高脚，你就讲脚。哎，啊，无即马又搁啥意思啊？不对，这都是天意啦。小叮当，我甲你交代，你都听好清楚哦。如果三爷若是有三长两短，你都会记哩爱对小安知唔？无啦，三爷伊来讲啊咧。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是看我定安尼讲话，要甲小安做伙。你即摆哦，可能咧食醋啦。我办唔到，我唔得唔敢。三爷，我你讲你莫讲这不吉调的话啦，安尼我会艰苦。无我下摆拢含你做伙，我嘛无爱嫁人啊，我含你做伙就对了。我是小叮当诶。使听你讲这句话吼，我是听到真甘心、真满意。也毋过，咱嘛袂当违抗天意。无定这是我的劫数，但是如果另外一个角度甲看起来，无定着，这就是我的心机呀。少爷，这就是阿冠。是啊，我嘛感觉真奇怪，为什么迄个姑娘那要骗我讲皇上伊是来这个地宫庙烧香？这一定是要引你来嘛？唔知安怎，我听到这个消息，那感觉心头非常沉重。这个代志好参照，甲我息息相关，佫好参照，这个代志离我真远。无得看。你真正的身份就是东宫太子。我无冤枉，我是太子的媳妇，我只是想要把这个代志查一个清楚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代志，死这么多人？敢讲这一点天理都无？这几天我嘛想真多，我发现人生上可怕的就是欲望。当你得到你想要得的时，一定会出现另外一种物件，你更加想要爱。你是讲，都参照别婚，伊自细汉到大丁大汉，我阿兄不但甲伊母讲，佫予伊任何伊想要爱的物件。但是你看，为着太叔的一句话，伊都反背我阿兄来家里太叔。你讲，是毋是欲望上害？你是讲，别婚伊也毋是甚物歹人。伊只是沉迷伫迄个欲望之中，你想，伊以后是毋是会回头？伊上好是会当回头啦，一切都看伊家己啊。遮拢无人来，我看咱两个人对这墙围起来。你去见太叔嘞？一姑娘，家话免讲，咱先去吧见太叔，行。爱你也苦，无爱也苦，两行要选择啥？啥人知影只有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想错。太叔哪边？太叔哪边？拢是一挂酒龙饭袋。我这里用不了。爱莲一时无小心，去中着梁少安众人的埋伏。虽然我的人躲过一劫，也不过伊所想，煞来受伤。哦，哼，恁这奴才有够无路用，再无两三回合就做恁走，完全无顾着别人的生死，留恁有啥物路用？皇叔，叶芬，陈元忠，还免过义父的存在性，几乎请恕罪。爱莲只是一时心急，得罪之处，请你原谅。你承诺是你所求想要在我无敌已经渐渐失去人心了，这十天来你在后面将主意给我找到一路无吃，你就不能怪老夫对你无够情分。太叔请下罪，你所求就算过去后堂大会，我绝对替太叔将资料找倒转来。只是请太叔，我所求加关还一寡时间。
老夫也真想要答应，也不过局势却无允许老夫安尼先做。你是讲，本来咱放出风声，我方向出疆，是要因梁少安来接收。也不过后宫传消息过来，我方向竟然的无缘无故私自出疆，切，也是对这个方向而来。皇上绝对无可能无缘无故出宫，敢讲伊是为着当年失踪的太子而来。胡说！不管皇上是为着什么而来，这件代志绝对要不受秘密。上好是伫皇上还未到位之前，摕到资料抓到梁少安，要是无，恁拢提头来见我。是，义父，梁少安。已经偷偷走入来衙关，咱不如抢劫抢劫。嗯，真好。李少卿，在。明暗你就在衙关歇困，明仔载再出去探听朱玉的消息。是。将残的刀来